明寺里不免忠心，杀非无度，便是行规的奸诈。你给我领着太子。我是你，你是不人官吗？
年一见金发人，今朝顺西不君，名字为金公，雄心他是君临乃为真官言，高发人将王中当忙嘞，这边他是你的幸福就归难当，常是在杀家来到比较有兰鲜血淋漓，将马步一片附在万人的仓库。
头子上，哎，带刀比较认错，马不以完整的比较交差一去，求将哥，这马步深深的阴不下来呀、啊！统领元帅连米带牛，求令营死的一片小鸟莫破，他死去，完文太重。太重了，这是铁马门，这就是不明朝啊！太平元帅急速报国，比天可表啊！信服他，信人，尽忠报国，夫人不信，请快。
父亲，听娘家自从那爹死，好尽不死恩名声，心一震，独自为新年死去，我先黑中梦疼，叫你上儿女面前跪。相夫人，亲切夫君，这爱母与母亲，女儿不问光为君，无愧。真相一事，我密集命三关总兵统帅大军，将一进入关团团围住，两你则细细胜负，正你则三关大军。为母三关一如何来？你勾结有飞羽当渡谋造反，我要拿你进京演家生门夫人，你就请吧。哎呀，是我宽衣，你怎么要在贪图生金为不死金？梁夫人，上面有飞行家，可有万岁的诏书啊？不与。可有行走相的君子？也不与。哈哈，梁翁有分明是你向红平下官接的询问，请问有何证据？并的是这个此事太乙自信啊，为子为你有飞公道加上一切，莫其岁率领精神四下勇乱，土昧不归，接着恩国父神两个人拿万进军你嫁你吃。哎呀夫人啊，下官是奉了新人相之命得来云论公滚，真是我何时土木不归啊。请问亏身上之意，这个亏心人下插翅猛兽。不要莫其岁你真生了这灰气吧。夫人啊，来要要要下去。夫人，哈哈，这下也到我们来压你。